来自这样一个地方，黄沙漫天，土地贫瘠。这个呢，也就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为了向往的生活，他们与大自然搏斗。我们需要买树苗，基本上能变卖的全部变卖。40年的努力，他们让荒漠变成了绿洲。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栽一天树；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把绿化进行到底。为每一个为国家付出的人点赞，当然也要为我们的祖国点赞。他们更用鼓声表达治沙成功的喜悦，燃起家乡劲，让我们一起聆听治沙英雄的故事。心灵的声音，感受穿越历史时空的经典。2019，心意满满。我是山西卫视的主持人任飞，晚上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国的人民都沉浸在了喜庆热烈的氛围当中。我们也要在这方舞台上，用美妙的歌声为家乡祝福，为祖国献礼。那陪伴我们的呢，依然是两位非常喜爱的评委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著名的主持人、演员曹颖老师。大家好。愿我们所有的选手呢，把对家乡的那一份爱和心中家乡最美好的部分展现在舞台上。欢迎曹老师。接下来是著名的音乐人冯小泉老师。大家好，希望各位选手把自己家乡的最美唱出来。谢谢冯老师美好的祝愿。同时呢，我们的现场还有150位燃情助力团的成员，今天晚上选手的命运掌握在你们的手中。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选手将通过竞演的方式展现家乡风情，唱出家乡之美。在竞演结束之后呢，150位燃情助力团的成员将进行投票，超过120票，我身后的6条光柱将全部金色亮起，代表着成功晋级，反之则无缘舞台。同时呢，在我们的评委老师的手中还有一张神圣的直通卡，现在只剩3张了，选手们要加油了！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选手出战。温度如拉到我的刀的口，好冷笑我的泪的泪后。中午没吃饭啊？哎，不是真的，你闻到我们身边这个香味儿吗？就满场都有那个香味儿。对，但这样我们得先干点正事，不能看见吃了就什么都忘了。一般啊，看到这样的组合站在台上，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先八卦一下。对，八卦的惯例。好，让曹老师猜一下吧。我一般猜不是情侣就是夫妻了。对，
她是我老婆。啊，就这么简单就猜对了。是我们是夫妻。哦，是夫妻。那么，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我的名字叫蒙根。我的名字叫苏日娜。我们的组合名字叫蒙印组合。为什么是蒙印呢？好，目前呢，我们在家乡和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开了一间蒙古族餐吧。我们想着通过我们的蒙古族的音乐以及我们蒙古族的乐器舞蹈，能让到我们店里的游客顾客感受到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当初取名为蒙印组合。对对，老婆说的对。能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吗？这是托勒切，汉语翻译过来是铜锅奶茶，也是我们蒙古族餐吧里的招牌美食。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捞起里面这个，我能看到有牛肉，对不对？老师，您赶紧先尝一下我们的特色吧。他怕凉了，来一口喝点酒。铜锅奶茶里有我们蒙古族的奶皮、奶豆腐、牛肉干，还有酥油，还有我们的炒米，结合起来是美味的，而且特别的香，可纯了那个奶味儿。大家闻着香味儿，对吧？吃不到，只能残忍，哎，只能看。这样吧，你们要是不嫌弃我这一碗的话，我捞点牛肉和奶块，我送给一位观众好吗？那这一位观众得有多幸运？哎呦，这可怎么办？哎呀，我给哪个女孩子呢？你跑得最快的就是你吧？热乎乎的香奶茶。其实我们一直特别的喜欢蒙古族的歌曲，那今天你们两位想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首《天边》，带给大家。下方
感谢二位精彩的演唱，夫妻一直拉着手啊，就是刚才也拉着手，这个服装看起来就特别像，我特别像参加婚礼的那种主持人。没有，你是媒人司仪。服装都特别漂亮，对，特别两个人的声音也非常好，嗯，演唱的这个味道也很好，配合也非常默契，但是我们在更高的一层要求就是我们需要惊喜，对，那么惊喜就需要变化，你可以有一段普通话的演唱，最后一遍副歌的突然用蒙古族语言来唱，那感觉又不一样了。然后女生在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上面再走点长调的配合，这就是刹那间的光彩。我觉得那样让我感觉到更纯正了。这个建议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在这里你们再精彩一点，就让我们满足我们那个期待值，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会给心里面给你们的分就会更高。当然你们表现的是很不错的，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一般遇到好的选手，我们就更给他提一个高的要求。谢谢老师。那我们现在就要看看现场的150位燃情助力团的朋友投票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我宣布投票通道正式开启，我们的投票时间是20秒钟，如果大家喜欢蒙印组合，就为他们成功晋级。谢谢。投票时间还剩10秒呢，就晋级了。哎呀，是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个大大的拥抱。好，谢谢谢谢，感谢你们精彩的表现，谢谢。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二组选手出战。我来自四川巴中平昌，我叫赵然。赵然，所以做了一段特别燃的表演。哎，特别符合我们的这个燃情家乡记。对对。哎，你刚才那段表演，它有没有具体的名字？有，刚才给大家表演的这一段民间舞蹈呢，叫做翻山饺子。什么翻山饺子？它指的呢是，你看我身上上下前后捆绑的这个擦片儿。叫做饺子。哦，这种饺子啊，对对对，我们管它叫那个小叉片儿啊，你们叫饺子。对，我们叫饺子。那翻山的意思呢？翻山的话呢，是它的一种表演的状态，因为我们要拿这个叉片嘛，然后不断的翻来覆去的去敲打我身上这个擦片，让它有排山倒海之势，所以呢，把它合起来称之为翻山饺子。而且在古代的时候呢，鼓舞我们战士上战场士气的时候呢，它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形式。这个是咱们现在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的家乡呢，一般遇到了喜庆的节日的时候，这个翻山饺子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表演。现在呢，翻山饺子已经成了我们家乡的全民健身的一项运动，应该是从老人到孩子，咱们人人都会打饺子。哦，这是吧？不太好打呢，这个。要不然您试试，您乐器那么厉害。啊，对呀，冯老师应该试试，冯老师打起来这个。您上来试试吧，大家同不同意啊？冯老师乐器对吧？样样精通。哎，是的，曹老师。对对对，我绑身上这我还没弄过。来绑一个试试。掌声不够热烈，快，冯老师。邀请咱们冯老师。
我们看了一下啊，咱们冯老师是一位男老师对吧？对，咱们俗称这还要看一下。哎，咱们俗称是再给他配一个女同志跟他一起打怎么样？可以。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想上来跟咱们？刚才那个吃那个什么吃的最多的那个，就是你，就是你，他吃东西吃的最多。对对对对，来来来，好，那咱们上饺子。而且冯老师，你俩穿的衣服还非常搭配啊！对呀、啊，这怎么整的？像是一个队伍的一样。黑白配啊！来，亮个相，冯老师。哎，不管怎么样，咱装备一上身，架势有了。好，开始。准备，一、二、三，走。一、二、三、四，大大，加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好，可以验伤了，同志们，可以验伤了，看看身上划了多少刀子，真不容易啊，王老师。哎呀，我这个，哎，我颈椎好点了，对吧？特别轻松。往后打，好像每下都打颈椎上了，没一下打岔那儿了，是吧？对，因为人家后边这个接着，您都没接着，您直接就打身上了。哎呦，我太实在。不是，我发觉啊，你看打都不好打，刚才他们那个打的那个点儿啊。特别舒服，对，我刚才都打的什么呀？我您打的是自己，打颈椎，打脊椎，哎，还有治疗效果哈、啊。对，好、啊，谢谢谢谢你们，哎呦，谢谢冯老师。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样的歌曲呢？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歌曲为什么不把速度提起来？中间在你唱两段以后，哒哒哒哒哒，饺子，饺子哪儿去了？你翻身饺子用进来啊！你再跳上，那多漂亮！到了一定的高潮的时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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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啊，多有效果，多帅！编一个新的版本，好，对，好，好，特喜欢他的翻山饺子，翻山饺子，啊、谢谢老师。对啊，当然，首先啊，得让现场的观众，他得投票，你才能进入到啊。
这个下一关，是不是？哎，那现在呢，现场150位燃情助力团的朋友们，投票通道正式开启。20秒钟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投票了。究竟能不能够成功晋级呢？恭喜你顺利晋级！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嘉宾老师，谢谢现场老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下一次更加优秀的表现，谢谢。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我是一名戏曲演员。那你本身的行当就是？我是一名花脸演员。哦，花脸。来，把这个钱拿走吧。就是你知道，对于我一个那么爱听戏的人啊，我就特别的期待，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戏迷，我特别爱听戏。曹老师，今天呢，我带了几个戏曲的染口，让那个曹老师和冯老师上台感受一下这个染口的在戏曲当中的表现力，可以吗？好啊，咱俩是他方便带，我跟着他一起吧，好不好？好啊，我这不太方便带，你以为我就方便？你方便，耳朵都露着呢，来，特别方便。有请二位老师。哎呦，冯老师，您要带的这个是黑色的？不是，我这个问题是我这耳朵没露着，我不太方便挂，怎么挂啊你？哎呦，您这个小心头发。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对。哇哈哈哈哈。配不配？快看，跟衣服配不配？是不是很配？兄弟，我一看你就十多年以上了。差不多。我来一个。你夸他，他也不会降低难度。来个男的。我来一个。你真的太棒了。一点了。是这样的。笨。笨。露眼口。露眼口。这个。这是什么？汤，这个这是露染口，这个，对，等汤，汤特别牛啊，汤，对，有一个变脸，蹦，蹬，汤，你得看他的眼神，那个眼神亮相，你要亮相的，来，蹦，蹬。这手，对对对，这手，亮相，看我，汤，哎，有了感觉了，怎么样？特别好，这个呢是戏剧版的，这是卡通版的。谢谢老师，没有，你别太难为我们，一会儿我们还得给你投票呢。好，对吧？对啊，考虑一下后果，你知道吗？哎，真棒。好，来，我们先回去了啊。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真的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刚才那一段是很吃功夫的一个表演，他一上来你就知道是专业的。那你待会儿要表现的民歌是？我一会儿唱一首我们的山西左权民歌《青灯下河洗衣裳》。
头上呀，绣青疙瘩呀，绣青疙瘩。绣绣绣花来，绣身身白，搓一搓衣裳把头里边碎呀，绣青疙瘩呀，绣青疙瘩。绣青疙瘩呀，绣青疙瘩。绣青青的那绣哎哎，把你那好的给扭过来呀，绣青疙瘩。你说扭过长扭过呀，好的要陪那好绣花呀，绣青疙瘩。绣青青的那绣哎哎，把你那好的给扭过来呀，绣青疙瘩。你说扭过长扭过呀，好的又陪你好绣花呀，绣青疙瘩。啊，好的又陪你好绣花呀，绣青疙瘩呀，绣青疙瘩呀，绣青疙瘩呀，绣。青疙瘩，这个陕西有很多表现爱情的，其实我们山西民歌当中也有很多是表现爱情的，也是那种妹妹在对面见不着的。你没看我们俩在热烈的讨论吗？状态很好，演唱松弛啊，唱得真好，这个非常入心，但是我没听够啊。瘾呢？其实冯老师是这样，因为我其实唱民歌唱的时间又不长，考了大学以后跟我媳妇认识了以后，我才真正的接触山西民歌。因为他是民歌手。对。而且您还认识？啊，我认识。您看他这个风格，有没有想到我们原来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张红丽吗？对呀、啊。啊，真的吗？猜对了，冰雪聪明啊，曹老师。因为他是那个。那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选手，对，因为的确是他把戏曲和那个民歌融合得特别的好，难怪他戏唱得好，因为有一个家里有个专业的戏曲老师，是吧？对，感觉你的嗓子就特别的松，而且可能戏曲演员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他比较善于用他的表情和声音去表达情感，对，所以我觉得刚那首歌的情感表达特别好。当然了，对，他味道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同一首歌有内在的那种棱角和那就是戏曲的功力啊。谢谢冯老师、曹老师。那现在呢，就到了现场的150位燃情助力团的朋友们投票的时间了。现在我宣布，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只有20秒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能否顺利的晋级呢，就看你们的投票情况了。我身后的6条光柱，如果全部金色亮起，就代表成功晋级。5、4、3。成功晋级。那成功晋级了，有什么话要跟张红丽说吗？其实曹老师，我应该透露个小秘密啊。就有一回去年参加完歌颂黄河来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一下田青老师，然后就聊这个艺术的发展，山西民歌的发展。最后我斗胆问了一句田老师，我说田老师，我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田老师呵呵一笑对我说，你会做饭吗？他就说了这么一句，把我那个小心伤的呀。
但是其实我作为一个男同志，其实我心里面特别不甘。我也要在这个舞台上，我也得努力一下，所以我来了。那我给你指条路好不好？还有一条路，我觉得可能回家你就有底气跟老婆说，你看我也不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这条路。什么意思？就往下走，往下走，快快往下走。曹老师都让你往下走了，往下走。这个是，对，往这顺着这条路往下走。我觉得这条路其实挺好的。你觉得这条路是来干嘛的？我觉得就是跟你握个手。啊，我想多了。对，你其实也没有想多。来，志同卡，拿到了志同卡。我们为什么老吓人家？是吓多了，没想多。你说你那么强势，让人吓着，人家不敢不吓。没有，我跟你说为什么？真的把山西民歌唱好，在山西卫视这个舞台上，我们也看了很多歌手，但你真的特别有自己的特点，特别希望鼓励你，因为觉得你未来如果把这条路再走下去，用你自己的方式，你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呢，为了你未来的发展空间，我们觉得这张直通卡一定要给你。嗯，加油！加油，兄弟！可以拿着卡回去跟老婆交代了。天哪，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孙老师、曹老师。下次看你的了，拿着直通卡向老婆报道吧。如果能顺便把饭做好就更好了啊！谢谢，再次恭喜。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听懂，但是觉得特别的柔美。介绍一下自己吧。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曹婷老师、彭晓泽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汕头的歌手吴坤。我听到了我一个新的名字。怎么说的来着？来，麻烦您用普通话再给我们说一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曹颖老师、冯小泉老师好，我是来自广东汕头的黄坤。啊，黄坤。记得你刚才他那话，你的名字叫什么吗？我叫宝小泉，对吗？绑条庄，绑条庄，往哪儿钻啊？我那个名字听起来像曹婷。曹婷，为什么？曹婷，朝廷。了不得了，朝廷。哎，我还可以教各位观众还有两位老师一句潮汕话，无论你到世界各地，只要有潮汕人的地方都管用。就是嘎吉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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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拿钱来。不是，是自家人自己人的意思，就是你一到遇到潮汕人，然后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我们潮汕人很热情好客。你说这么亲切的话，结果任飞，你刚才以为是什么意思？真的，我以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说出这句话就有用呢。但是他潮汕话还能够说得这么好也不容易，因为很多即使是从潮汕走出来上学的年轻人，他们本身潮汕话说得也不好了，你为什么会还能保持得这么好呢？其实我唱了很多关于潮汕地区的民歌，我不但要把咱们潮汕方言推广出去，还要把我们潮语歌曲也推广出来。特别的好，你看，年轻人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传承。那我也比较期待你一会儿的作品，我希望你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好的。
爱在困，夕阳映花，向头路挂灯眉。阿娘达，这是上完美，人人来推地，有醉过灯照你何地？听这首歌谣，随灯月照我花，将零落彩纱镜。出一句非常柔美啊，这个情深深意切切啊，让我感觉到一枝独秀的这种风格。那么希望你加油啊，取得好成绩。谢谢老师，啊、谢谢老师。好，那我们就借着冯老师的这一份美好的祝愿啊，请我们现场150位燃情助力团的朋友们拿起手中的投票器，如果喜欢他，就为他投上这一票。现在我宣布，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倒计时20秒钟，如果喜欢他的表演的话，就请为他投票。最后一秒的时候，成功晋级了，全部晋级！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期待你下一次的表现，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
家好，我是来自陕北地别的石杰。大家好，石杰你好。哎，你刚才开场的这段表演应该是特意编排过的，对不对？这个舞蹈我就想表现一个从这个沙漠的这种厌恶，一直到我们治沙成功的这种喜悦和兴奋，到治沙成功。对、哦，为什么要在这个舞台上去表现这样一个舞蹈呢？特意还编排。我先带大家看一张我们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定边40年前的概况。当时的这种生活条件非常的拮据，正是因为这种非常拮据的这种条件下了，生活在这儿的这些村民们，他们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要承担起家庭的这种重任。那么我今天所讲的这个主人公，也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在他8岁和一个5岁的小朋友一起放牧的时间，那一天了，这个天气发生了突变，刮起了大风，非常大。这个主人公到最后被刮丢了。他的父亲3天以后找到了内蒙，才找着，然后跟他一起5岁的这个小朋友被这个沙漠埋了。那么后来呢？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以前生活的地方。对，我家乡。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的激动啊！虽然说是一段往事，但是觉得当时的这个环境真的是太艰苦。因为这个沙不只是让环境艰苦，你看当风尘来了的时候，甚至夺去了一个孩子的生命，对，他还存在着很多危险。从那以后，这个我讲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就非常的痛恨这片沙漠，他就下定决心，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治沙，治理这一片沙漠。那么再后来，这个咱们这个主人公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就开始组织村里面的7户人家一起来，就是这种植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买树苗，这个钱从哪来？那么他就没经过家里面的同意，把我们这个家里面的80多只羊驴全部卖掉，把家里面基本上能变卖的全部变卖掉了。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所全家人的这种反对，但是这个主人公了还是义无反顾的要做这件事情。第一批失败了啊，然后在第二批的时候，第三批的时候，其实全部都是失败的，一直就是等他种到第4批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就是这个树苗的成活率才是10%到15%。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确实自己发自内心的看到了希望，然后呢，他就义无反顾的继续往下走啊，他就找方法研究到底怎么样来把这个事情能够进行下去。那么在后来的时候，通过摸索，从10%、15%、20%，一直种到现在到80%。转眼间就是咱们故事的这个主人公，现在已经也是70多岁的老人家了。从那时候40年前一直到现在，把我们这个定边啊，创建成了就是咱们现在有20多万亩的绿植，100多公里。那我们能看看你现在这现在的这我带大家看看变化好，这是我们现在的家乡，这是我们现在的定边，这是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哎呀，这个反差真的太大了。对，特别让人心里都震撼。对，就光这个松树的栽植的这个棵树已经超过5000多万株啊，就是他的这个举动被咱们国家评为首批的治沙英雄。那么其实我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治沙的英雄，也就是我的爷爷石广英。我们看到图片里面，这个就是我爷爷，这应该是他最幸福的时刻。对、我的爷爷说过，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栽一天树，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把绿化进行到底。到了那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要埋到这片绿地里面，我要守护这片绿植。你的爷爷，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前后不同的图片，也的确是震撼到了我们。
同时呢，我们这些掌声既是送给你的爷爷，同时也是送给那些为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我们美丽的家园在继续不断努力的人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同时要感谢他们。对，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在这里我为大家唱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我热烈的故乡》。我希望把这首歌唱给我的爷爷，也希望把这首歌唱给今天所有的这些制茶英雄们。那么作为后代的我，我也是一样，我一定能够把爷爷的这种精神传扬下去。刚刚讲述完的一个让大家非常感动的这个故事，然后唱上我热恋的故乡啊，完全是从内心里边啊激发出来的一种感觉，特别感人啊，挺好的啊。我就是说，声音如果能够再高低音的统一，这样的歌声就会更加打人。那现在呢，我们150位燃情助力团的朋友，请拿起手中的投票器，现在我宣布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倒计时20秒钟，究竟能不能够顺利的晋级呢？现在我宣布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倒计时20秒钟，究竟能不能够顺利的晋级呢？大家抓紧时间，哇，恭喜你成功晋级！谢谢。我
们也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可爱的爷爷，好吗？好，好，好，一定，一定。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选手出战。春阳과이도령이만난지엊그젠데하루이틀오륙일이넘어가니나이어린사람들이부끄러움은훨씬멀리가고정만담뽁들어사랑가로논이난디사랑사랑내사랑이야사랑사랑사랑내사랑이야어동동내사랑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延边的，我叫崔丽玲。你好，我们今天这个选手啊，出场方式都很别致啊，这个。要冯老师应该知道啊，佳叶琴啊，哦，是的，佳叶琴，哎，佳叶琴，一般的佳叶琴好像是23根弦的那种，你这个好像不太一样，是吧？嗯，是的，冯老师看得特别仔细，一般大家看到的佳叶琴是23弦或者是25弦的改良佳叶琴，那今天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原汁原味的感受到我们朝鲜族的传统音乐的魅力，所以我特地从家乡带来了这个古老的12弦的古制佳叶琴，也叫散调佳叶琴。12弦？对，12弦的。那应该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对，是2000年的历史。2000年的历史。是的。哎呦，因为他刚才唱的这一段，其实我们应该蛮熟的。对，相传吧，是的，爱之歌。对，因为他那个中间擦浪擦浪那一段，这段太有特点了。对，擦浪擦浪。啊，这种形式是叫。弹索里是吧？对，我刚才一边弹一边唱，这种弹唱形式也是我们朝鲜族固有的一种形式。其实我们崔丽莲啊，是这个盘索里《春香传》的女一号春香的演员哦。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我们已经听过了，那接下来你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什么？我准备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朝鲜族民谣《桔梗谣》。
哟，嘿嘿嘿呀，哎呀啦，难打金花家家主他，瞧见这三面铁土拉几个寒地。族的音乐永远是那种非常有律动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而且载歌载舞的演唱，唱的过程当中的那种语言的那种感觉哈，让你感觉到特别的有风味啊，我觉得特别好。可能是因为我从小我生活在东北，小的时候对朝鲜族的这个音乐觉得特别亲切，你知道吗？啊，我感觉听起来很好听，很舒服啊。关键是看观众怎么样。哎，好，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观众了。现场150位燃情助力团的朋友们，如果喜欢刚才我们崔丽玲的表演的话，就请为她投票。现在我宣布，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只有20秒钟哦，能不能顺利的晋级呢？我们的非常充满朝鲜族风情的表演，能不能获得6条光柱金色亮起呢？恭喜你成功晋级！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期待你更精彩的表现。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出场的方式啊，这么大的队伍，但是给酒就算了。这个不是曹寨主，我这是，我还头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两位老师，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礼物好不好？这个披毡，我们彝族人叫它茶尔瓦，然后这个是咱们彝族人御寒的一个衣物，然后把这个呢送给你，就是寓意一个温暖，因为你是女孩子就需要呵护。然后小泉老师戴的这个呢，是以前呢这个是战士的一个佩剑的一个肩带，然后后来咱们现在不是年代已经很和平了嘛，它就演化成了一个，它就演化成了一个装饰，哦，但寓意着勇敢。啊，就不用佩剑了是吧？对，我也怕冷啊。没事，我缺乏温暖，你缺乏勇敢。哎，我们别净讨论礼物好吗？都没让人家自我介绍。对对对对对。
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姑娘海日无知。一开始你们刚才表现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特别像一个仪式。对对，这是咱们彝族特有的一个迎宾的方式。在以前呢，其实你们是不太容易能够看到这么隆重的一个仪式的。是不是因为路不通我们也去不了，对吧？对，因为以前呢大凉山那块就交通比较闭塞，要去那边看到彝族人和彝族人要走出来其实是不太容易的。然后我今天带来了一些照片，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那边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悬崖村，然后咱们的村民呢就住在那个海拔1400米的一个悬崖上，然后想要上下这个村寨呢就只能过这个藤梯，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就可以真的是要是恐高的话都没法去。像对，这恐高不可能的，这个就感觉每天都得攀岩啊。其实是非常艰苦的，那个时候就是老人想要就医和小孩子要出来求学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让我们想起了那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对，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这是过去。对，这是过去。我给老师再介绍一下，这个是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藤梯啊，现在已经换成了这个非常坚固的这个钢梯。然后咱们这个悬崖村啊，上面它的小气候非常的好，上面有很多这种经济作物，现在也能够运出去了。然后咱们的小孩出来读书，老人要出来就医，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了。这些呢都是得益于咱们国家这个精准扶贫的这个政策。然后跟咱们这些就是很艰苦的在一线扶贫的这些工作人员呀，其实是也是分不开的。但是有了精准扶贫的政策，的确会让很多可能比较偏远或者比较贫困的地方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改善。对，其实这种改变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悬崖村，其实是整个凉山都得到了这个精准扶贫的这种受益。咱们整个凉山现在是无论是从交通还是医疗教育都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提升。今天能够来这个现场真的是很想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这个彝区的这种扶持。也特别的想提一下，就是咱们这些工作在一线扶贫的这些工作人员，因为我的老公其实也是在扶贫，而且就在悬崖村旁边，也特别的艰苦。我们俩基本上也算是聚少离多。在这里呢，我也想跟我的老公和所有战斗在这个一线的这些扶贫工作者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辛苦了。我觉得这一刻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我们燃情家乡记这个舞台上燃情家乡为每一个为国家付出的人点赞，当然也要为我们的祖国点赞。对，那接下来就把好听的歌声带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吧。我今天带来的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母语歌曲，也是彝语歌曲，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起伏。日烈无孤寂
夜珠珠有特色啊，虽然我们听不懂，但能感觉到你发自内心的那片真诚啊，敬天敬地啊，敬我们的祖国，敬那些曾经来帮助我们的好心人。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去你们那里去感受学习啊，我也要去爬一爬你们那个过去的那个感受一下那种生活的艰难，这不容易，很好听，很让我感动。谢谢老师，我一直在披着我这个温暖的羊毛斗篷。他现在是长老了，长老，长老了。我觉得他整个歌曲，因为在舞台上一直营造了一个氛围，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完全能够把我们拉动进去的。我相信待会儿他通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自个儿认为的啊，我相信现场的观众待会儿应该会跟我有同样的判断。当然了，我觉得你今天来也不光是唱歌，你也更愿意把现在家乡的变化想展现给所有的人，因为你说了你自己的老公也是在精准扶贫第一线在工作，所以我感觉呢，你也特别希望把他工作的这些成绩然后也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谢谢老师。那现在呢，我们现场的150位燃情助力团的朋友喜欢刚才的演唱就投上这宝贵的一票，现在我宣布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倒计时20秒钟，究竟刚才的表演有没有打动各位燃情助力团的成员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恭喜顺利晋级，希望下一次我们能把更多的彝族的风貌展现给我们的现场的观众，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期待你下一次的表现。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位选手，请出战。评委老师好，我是来自江西上饶，我叫程凌昭。因为这是一个词曲吟唱的一种方式嘛，是啊，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表演？因为这个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这首词里面说的田园美景正是我们上饶，可以说从古到今对我们上饶的赞美之词从来都是不缺少的。可是今天呢，我要带给大家感受的是一种极致之美，
婺源晒秋。那要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是晒秋天的一些美色、美景、美食啊，就晒秋天的一些作物，是这样吗？没有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但事实上，晒秋是一年四季的农熟现象。四季晒的农作物不同而已。那么今天呢，我也把晒秋的美景带过来了啊，大家请看。好，这是我们上饶是吧？对，这是上饶婺源，春晒油菜花，夏晒干果蔬菜。哎呀，漂亮！秋天晒的就特别有意思，好有感觉。辣椒和黄菊。啊，黄菊。对，黄菊，这是冬天的。你从这看，冬天晒果脯相熟。这么看画面的确是很美，因为它的色彩特别的丰富耶。是的，常老师您说对了，这个色彩丰富是我们婺源的一大特点，特别是在徽派建筑的衬托之下，我们这里呢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和最美中国符号。你在舞台上展现了家乡最美的景色，然后色彩丰富的家乡呈现在全国人民的观众面前。那接下来上美丽的歌声吧。谢谢，我这次带来的歌曲正是我们家乡的晒秋。非常的动情啊，而且词写的也不错。你在你的那片土地上，不但给你了那么好的风光，那么好的这种生活文化，它又给了你生活的气息，才会产生这样的民歌。
其实歌声啊，包括这些作品，也都是从生活当中你的环境，然后慢慢孕育出来的。是的，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给你什么样的分数。现在我宣布，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倒计时20秒钟已经开始了。如果希望他能够晋级，就为他投上一票。能不能够晋级呢？就看我身后的光柱，全部金色亮起，成功晋级！谢谢，谢谢评委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观众朋友们，本期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再次恭喜所有晋级的选手以及拿到直通卡的选手，期待你们更加精彩的表现。每周六晚上9:15，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我们不见不散，再见。